打道回府，打道回府就是讲，即下坡啦，下坡较快活。我小等下再看卖啊，再看差不多下坡差几分钟。啊，拄啊，我会去上坡差六七分钟。啊，即久无运动哦，啊，就是爱慢慢行，啊，慢慢行。啊，即就是伫森林浴啦，还是分多精啦，拢会使来遮。谢谢大家。